想买比特币的话，该如何开户呢？首先呢，要买比特币就要透过交易所。那这个交易所呢，你只要线上开户就可以了。你可以透过影片下面的说明连结，进入到常见的交易所页面来开户。那你只要输入你的常用信箱，设定密码，然后完成身份验证以后，就可以开始买入比特币。通常一般的话，我会同时使用币安交易所跟 Max 交易所。那 Max 交易所的好处是，你可以直接把台币从银行账户转账到 Max 里面，然后呢，再透过交易页面，然后到 TWD，然后呢，到 USDT TWD 去把它换成 USDT 这个加密货币。那这个加密货币的话，就有点像是游乐场的代币一样，你拥有它以后，你就可以去做很多的功能，例如说像是你要买比特币啊，或者说是其他的币都可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直接点 TWD，然后呢，找到 BTC。斜线 TWD 去买入，但通常一般这样做的人不多，因为这样子买入比特币的价格会相对不理想一点，因此大部分人还是透过先买入 USDT，然后呢再把这个 USDT 转账到币安。那到了币安以后呢，你再到首页，然后点比特币，然后点买入，然后呢透过 USDT 来买入比特币，那就是这么简单。详细操作教学的话，可以看我一系列的新手教学影片。